今年热天，万众期待，做伙迎接大时代。咱有偌久无伫面试看到伊的作品？当时我们在初想这个大时代的戏之前，跟我的好姐妹杨海薇聊到，什么是最动人的戏，可以跟人性，可以跟观众，可以跟故事做一个很漂亮的结合。一出现代女性上想要看的闽西最新八点大戏，所以我们就选中了1400年一个很特殊的女性，叫武则天，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，所以我把希望把这当代的女性跟1400年的武则天可以融合一起，透过武则天也跟现今的女性某些借镜、某些提示，也某些共鸣。放眼全台湾，只有陈美凤才有够分量演出的角色。我觉得这是个很棒、很难得的体验，因为呢，我的行头很特别，制作人也很用心，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是超棒的体验。太初殿下对我情深似海，啊，我不是铁石心肠啊，哪能讲无对伊深情相待嘞？看精彩大时代到底有偌济感动人的故事？女人的一生其实蛮复杂的，她要做女儿、太太，还要做情人，还要做妈妈。你从角色里面也可以找到你自己。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角色，在你的未来，你会觉得你自己更勇敢，更值得爱。我希望观众朋友能体会到幸福的存在感。我希望这部戏是能感动你的。敬请期待，闽西最新八点大戏《大时代》。